你看，有模有样的，你看，是吧？像着没回事吧？这弄个门，其实这边还要打个桩的，失色了。我应该把那个桩放在这里的，然后自己可以安个门。那其实这里面也挺宽的，我应该把那个长的那个桩子打在这里。你看现在这边又没有位置，怎么装那个门呢？好多人要学会分享嘛。又不理我了，得嘞，我又把天聊湿了，三星吧，三星啊。冰甜啊，关键说你没人理我了，我在开哭呢还是开笑呢？开笑，因为还有人理我。有些东西是不能分享的，小气。你怎么可以这样呢？那么多人都在那看，你要我也去看一下，会咋的嘛？也不能分享。心里上去吧，算了，不去了，不看了。冰恋哥慢慢欣赏吧。